这是我年前，年前买的一波小卖部的泥，应该算是。然后我最近好几天都没有玩泥了，看到他们甚至有一点兴奋。没事没事，这个好像是2块钱一盒，偏白色吧。这样我等一下再玩蓝色的，我就不用洗手了。放了几个月都没有画，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杂质。好水呀，它就是能感觉到它很沉，里面加了很多水的那种分量感。它就是焦味儿的，啊，这个焦味儿，这个焦味儿甚至有点像指甲油的味道。你说它不能拉伸，它又还可以。它是那种，有点半透的白，居然有一点好看。真的是稍微用点力，它就会断。这盒比较干净，这个是没有拉伸性的。换了一个绿色的花，它背景就不变色，连泡沫球混进去都掉的泥，是不是？挺不多见的，就当是按摩手的吧。它也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不会粘手。有一种扯不开的感觉，你再用力一点，它就断掉了。我现在在想，我年前买了好多盒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